这外卖的葱油饼里是个啥呀？糊了的葱花？你再仔细看看，是虫子。我的天哪，多亏看一眼，这要是吃下去得恶心吐了。我看还是赶紧投诉吧。我投诉了，对方竟然问我，你有人情味吗？你书都白读了。我有没有人情味，先说说你这饼对不对味儿？你吃到虫子，你心里什么滋味？我读过的书告诉我，同情坏人就是伤害好人，这事儿不解决明白就没完。